养很久的，养很久，超厉害。像我在这个，现在考完这家店，看到健康的海马，非常少见。超厉害！哎，它的颜色怎么那么漂亮？会变，会变，它会变，随着情绪而变。有天空的问题，它就会变，可能都是黑的。哦。走的时候都是黑的。